好成績喎，呢場嘛跑千二咪八號入個 Q 嘅，爆紅運大師入個 Q， 13456710，哇好多隻馬，13456710係贏過8911係入個 Q， 好多隻馬啫，即係13456789101都係有賽績嘅。三號五號就上次成績好，二號跑第四。好多啊，即是说二号三号五号好多，即是近绩就相当不错。现在英之星这只马一号仔赢过啫，但是上涨47倍跑第尾咁滞，六次赛绩都未上过名，成绩就好，近绩就普通。哇！成扎馬企喺度，好似咧，即係快快脆脆跑完佢咁解啊！真係。二號而家影住呢只二號英雄豪邁蔡明少，只馬幾好啊！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七，再前次第三咁，即係季初跑得好啲啊！而家越跑越厚咁樣。二號咧就未上過名嘅，本路程跑過一次。但上次潘頓3.9跑第四，幾好啊只馬嗬，有肌肉啊真係。四號美麗邂逅贏過咧本路程，四號上次第七，前次十二又再前次十二咁樣，即係論近績就好普通啊，即係唔夠三號嗰啲好，連四號都唔夠好，係咪？三号二号就好过四号啊，近绩。五号近绩好啊，量化欢腾。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三咁啊，即系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二，两个第三，几好啊。五号仔量化欢腾，上次成绩好，苏兆辉6倍跑第二。六号纯金酒杯上次输死人啊！上次3倍跑第11名，真系犀利啊！真系，点解咧？六号马纯金酒杯曾经好劲噶嘛，曾经真系纯金酒杯何泽尧连赢两次，六次赛绩有4个第一啊！真系好犀利啊！只马。但上次跑第尾喎，差唔多氣管多嘢啊！梗係七號男裝之歌周俊樂，幾好啊！周俊樂騎啲冷冷地嗰啲先醒神啊！七號男裝之歌贏過啫，但係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九，七號男裝之歌咧，周俊樂上次16倍。男装之歌而家咧夹埋系20倍，一阵睇下现场几多先。周俊乐啊配，哇真系好挤逼喺度真系。九号顺势赢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五。九号顺势赢有咩亮点啊？九号入个 Q， 入个 Q， 上次30几倍跑第十。九号仔而家咧就10倍单位数字，好劲啊！睇飞就实关注呢啲啊，即系入个 Q。上次跑得唔好，而家单位数字。九号顺势赢，点解咁多咧？真系咁多飞嘅，点解九号仔？十号喜骏之星。潘明辉上次11，前次第一，好犀利啊！真系飘忽啊，真系叫做40倍。喜骏之星上次潘明辉跑11，前次苏兆辉7倍跑第一，
潘明辉喎，真系喜骏之声文家良。十一号咧呢只白色 V 红色底，齐心同行，上次十四，前次第七，六次都冇上名。十一号仔入个 Q 啊，本路程30倍。十二号八卦，上次第八，前次十三，哇，好好厚啊只马，60倍。十一、十二号都系大冷门嚟嘅，十号都系冷门嚟嘅。Jenny 要三号、五号，我要三号、六号，买多次呢个纯金酒杯先。上次跑第尾喎，真系。十一号仔齐心同行，扬命论入个 Q 啊，夜九倍。黑衫波波就美丽邂逅，粉红色就巴杜，巴杜今晚直头好似唔喺度咁啊，直头好似一啲存在感都冇。巴杜一号咧就系英之星。31倍，玛雅咧就估唔到嘅，可以99倍又赢都得嘅佢。玛雅一号，一号呢只马上次十二，前次第六。五号咧就好多飞嘅，五号量化欢腾，因为咧上次苏少辉跑第二啊嘛，又赢个本路程啊嘛。但佢啲飛竟然唔夠九號喎，唔夠順勢贏喎，霍宏星喎。上次霍宏星咧就跑呢個紫雲兵嘅喎，佢又唔騎紫雲兵咧，就騎呢個順勢贏喎，所以都唔知點解，真係好亂啊！呢場好多隻馬都得嘅，贏過嘅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10，淨係呢幾隻已經夠你揀啦。呢只都係贏過嘅10號，喜進之星29倍喎，而家。所以好多人关注的就是三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九号、二、三、六、九号，好多人关注的。二号上次就跑第四嘛，潘顿。九号之后最多飞是只九号顺势赢。上次38倍跑第十都唔好嘅，系咪？咁你又会咁热咧？睇飞要买九，不过我就唔买，我都系我跟赛绩嘅啫。七号男装之歌红衫，红衫有一间。七号仔啊，30几倍冷门，即系除咗呢啲几只之外咧，二号、三号、六号、九号，其他只只都几廿倍咁滞嘅。五号就11倍，3.7倍位置啊，着咗六格嘅。英之星都好耐冇翻嚟跑马地噶啦，唔会好似上搞啲啩？上搞啲好耐冇喺沙田。十一号呢只冷门嚟嘅，都入过 Q 啊！十一号杨明伦呢只，九号咧就系顺势赢呢只麦离奇咁多飞，格仔咧就系顺势赢啦呢只。睇飛就一定關注到呢只啊，4.9，再熱啲啊，只3.21元，九和再落飛要大8倍啦，嚟到哇7.6添喎，系咯，4.9Q 啊飛價，咁啊，英雄豪迈今晚加啲配备出到嚟都可以嘅，算淡定。佢啊，场都系高班嘅，呢场咧就3.2班，紫云兵就买到得21元啫，相当之近放勇锐嘅侧身马啦。场赛事准备都差唔多啦，交俾集前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8场赛事3.2班嘅短途赛大热门。是3，忘记巨英，
好，你一开集量化欢腾抢住出嚟嘅，响佢外边起进之星中间八卦埋边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美丽邂逅啊，内栏位置啦就系呢只齐心同行啦，出边第六位鸿运大师啊，第七位中档紫云兵啦，粉红衫咧内栏第八位啊，咁啊仲有顺势赢，后边四只英雄豪迈男装之歌啊，尾位置系纯金酒杯，暂时殿后咧系鹰之星嚟噶。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八卦就系放咗出嚟跑嗰只量化欢腾，跟住第二位、第三位仲系喜骏之星，第四位美丽邂逅啊，后边噶嘛，鸿运大师第五啦，紫云兵咧俾人顶咗出边噶啦，紫色衫嘅内栏位置仲有齐心同行啊，粉红衫尾五咧就系顺势赢啦，后边四只英雄豪迈男装之歌内栏尾三红眼罩，尾二咧就纯金酒杯包咗落尾噶嘛，系鹰之星嚟嘅。好啦，转弯入直路，八卦战士量化欢腾开始上嚟啦，出边仲系喜骏之星啊，偷入边。上有美丽邂逅，大我当上跟嚟就系紫云兵啦，后多浸仲有纯金酒杯顺势赢嗰啲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偷出嘅马咧仲系量化欢腾啊，外边紫云兵追紧，最出好劲啊呢几步，纯金酒杯最后五十米外边纯金酒杯逢马过马赢啊，跑第二名量化欢腾，第三应该系紫云兵，第四名嘅马咧有呢只美丽邂逅，咁啊结果今场赛事咁啊交翻出佢原来嘅本色喎，呢只纯金酒杯外边赢起上嚟咧。都真係清脆利落啊！第二名量化歡騰，第三就紫雲兵啦，跑第四名美麗邂逅。六號嘅純金酒杯啊，臨尾係六點五倍回到啊，咪又加翻出佢啲旋風後勁後掣，要起碼又輸咗條 Q 俾只五號仔量化歡騰，買多隻我實買五號啊，真係六號犀利啊！六號啊，喺尾尾衝上嚟。几犀利，四个 win 啊，六次赛绩，而家七次赛绩有五个 win 啊。上次你话咪输死人呢？跑第尾喎，上次。六号、五号、三号，我买三号、六号啊，真系都好，即系都叫做喺前三名翻嚟啦。嗱，呢只叫量化欢腾啊。紫云兵在这里，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紫色衫嘅，嗰只纯金酒杯争几远？你睇，争十个马位都有，跑短途啊！咁啊，只量化欢腾，黄色嘅，喺第二位，喺呢度。就喺呢度，嗰只 win 得嘅仲喺尾尾喎，呢只粉蓝色衫嘅，咁而家布文喺呢度，喺外边揈咗出去啊！即系如果佢唔系揈到咁外咧，佢有 Q 收嘅，真系几劲，你睇佢啊！但系咧唔够呢只劲咧，唔够何泽尧呢只咧，睇住你擒你嘅啫，系咪？两下手势冲上嚟嘅啫。六五三六倍啊！真系上次量化欢腾就系六倍跑第二嘅苏兆辉，上次纯金酒杯咧就系三倍跑第十一嘅。好多人中啊！呢场真系，因为六号、五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三号都系赢过噶嘛。系咪？三号、五号咧就系上次入围嘅，咁你即系近绩好、赛绩好。六号系六次赛绩之中最多 win 嘅呢度，咁所以六五三呢场开赛绩嗰番啊，六五三四号又系赢过嘅，六号四号又系赢过嘅，所以四只马都系赢过，不过好多只赢过，一二三四有七只马赢过，其中四只又中咗四重彩。